谢谢你。白夜苍茫，恳请诸位帝尊显圣。今日西门狂放和北野苍茫指证你楚星云杀害了南宫俊杰和司马非凡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怎么，他杀人违背了律法就不能处置了？可笑，我绝不能让如此目无法纪杀人不眨眼的狂徒留在我人族。确实，我也不想再有弟子被杀害了。